即将上线的新游，直接关卡攻略一。我是希望它有中文翻译的吧，我是希望它有中文名称呐，因为其实我刚才看到，我是觉得蛮忧郁的，但是里面有繁体中文呐，但是它没有中文名称，我觉得有点怪。靠背哦，我给他防御干嘛啦？真正是，然后你下一回合，然后叫几个攻略。所以是卡片手游吗？这样卡牌手游啊？因为有碍于说我们玩那个《蔚蓝海洋》，它也是没有中文名称呐，所以我是觉得没差啦，哦，对啊，因为我们中文玩家比较多啦，这什么鬼？哎，谁是敌人呢？而且为什么他们还会去二楼、三楼？好，三星攻略教学，听说是三档诶。啊，三档我们就不玩的仔细了。这可以扫荡吗？这个不能扫荡。那你们看它总体的样子吧。现在三档要不要给它抽光？不用。